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，我们两个都是离异的，各自都有一个儿子，他的儿子跟他，我的儿子跟前夫。我觉得我们目前的问题呢，就是他要我接受他的儿子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，这个我可以做到，但他却接纳不了我的儿子，还总跟我说我那个儿子是前夫抚养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我能接受他的孩子，他为什么接受不了我偶尔去看我的儿子呢？很显然，您现在男朋友呢在意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重视，那第二呢，您的儿子在前夫那里抚养，那势必您去探望儿子的时候就会见到前夫。我想应该是男朋友有些吃醋或者在意吧，所以看看能不能跟前夫商量，探望儿子的这一天把儿子接到您这里进行探望呢。其次，我想让您帮我转达给您的男朋友一句话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